豆豆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专业、很认真、很细心的人。真的？嗯，太高兴了。这其实我是一新手，有很多业务还不是很熟悉。但是我就是有一个宗旨，就是一定要成人之美。当然，也需要一颗善良和真诚的心。我善良，我心也真诚。豆豆，你做这行多久了？我不好意思，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别见笑。 您是我的第一个case，第一位客人。是吗？是是是是是。哎呀，那咱们太有缘分了。是是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就是这次能够成功，这我就开门红啊！您看，您的资料上显示，就说要找一个成熟、就是善良、温柔、稳重的这个未婚女青年。当然，我欣赏一个成熟的女人，我觉得她们跟那些小女孩就那种单纯可爱的比起来，她们更加的踏实和安全。对，就像你这样。哎，害我就算了吧，但是我们公司。 本季强力主推的一位优秀的未婚的、年轻的、有气质、有相貌，然后这个有学历、有文化的女性，在你面前现在就有这么一位。我觉得应该是两位吧。我不行，就是就一位，有一位非常非常优秀。豆豆，你第一次做红娘。 会不会很紧张呢？经常，我这会儿就一下午就开始出汗，我这手也出汗，脚也出汗，我这就希望你们能成。豆豆，你知道凭你的条件，你完全可以胜任很多的工作啊！当然，现在这个工作也挺好，但是真的是屈才了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这没什么可惜，反正先干着呗，干一行爱一行是吧？豆豆，哎，你是属什么的？我。我不属什么，我这属于这个，就搞对象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介绍你们认识，你们这一认识了，就是慢慢就是你们就可以自己交流一下，有什么问题你们互相问，就是互相接触一下，接触就有感情，有感情就才能成。那个什么，好，那你们就是聊一聊，这哎，你们聊一聊也好，哎，聊聊。啊。 我这肚子有点疼哈，我没事吧？玉浩，你们聊，慢慢聊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怎么到底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逗我玩是不是？ 你耍我玩，你高兴吗？怎么了？不是你？什么怎么了？你那个跟你不三不四的人还拉过来跟我相亲，你拿我当你们的电灯泡是不是啊？啊，不是你好玩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第一次见着他，我就……我告诉你吗，豆豆，你想看我于好的笑话是吧？没门！哎，不是于好，哎，于好，豆豆，账我已经结过了。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我和他说。 我对你更有感觉，我想跟你交往。不是你跟他说这个，不好意思，我结过婚了，这对不住，回头再给您安排一位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哎，于好，气死我！你说他这什么意思？这不是给我难堪吗？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，太伤我自尊了。不是，于好，你别老说什么伤你自尊不伤你自尊的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我这当哥，我说你。 就从去年就到今年，你说你自己说吧，你喜欢过谁呀、啊？你跟谁你不让人不吵啊？你再说你哥我，你说于浩，你说哥娶媳妇容易吗？豆豆挺好的，一上来人家就给你介绍男朋友，你说他招你生气，招你烦，对吧？对他有什么好处吗？有好处，有什么好处？有好处了，什么好处啊？他想让我走，想让我离开这个家。 想让我早点嫁出去，这样他就能霸占这个家了，这样他就能独占这个家了。不是我，就你就我跟你说，就你这脑子呀，你就琢磨这个。哎呀，哥，你听我说。说说说，你说这明明是给我介绍男朋友的，对不对？啊。那个男的一来，他就对人家挤眉弄眼的。谁对谁挤眉弄眼？豆豆。豆豆对那男的挤眉弄眼。对，不可能。哎，你别不信。我跟你说，你嫂子就哥，你听我说。我就不信。 你知道豆豆去洗手间的时候，那男的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什么？
豆豆很有意思，是，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豆豆结婚了吗？嗯，哦，我是说我对他很有感觉，对不起，我很喜欢豆豆。 她老公是我哥，真的吗？哎呀，太让我想不到了，就一个女人能为自己的小姑这么热心的去张罗婚事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可爱了。三嫂，啊，上车了。 豆豆不是我说呢，你这是，你给于好介绍男朋友，这是好心，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对吧？自己弄一人不是，还影响家庭团结。现在说我，当时我说给于好介绍男朋友，你挺高兴的，还跟我一起说服他啊，一出事儿了把我往前一捅，自己往后面一躲。不是我没往后面躲呀，我怎么躲了？对不对？我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给于好介绍男朋友，你就得加点小心。 你给他介绍男朋友，你把他推前面去，你就得藏后面，你结果你把自个儿暴露在前面了，结果你看弄一身不是吧？我对他还不够小心吗？还要我怎么对他？我对他真的是谦恭万顺了，我对我自己妈，对我自己家人都没有对他这么毕恭毕敬的。你自己说说结婚到现在啊，他要什么我就帮他弄什么，要吃苹果给削苹果，上班啪往这儿一扔，给他做早饭，这个不吃那个不吃，我中午在睡午觉呢，顺地的起来让我给他修洗那个洗衣机，就给他修洗衣机，我这。 我一肚子牢骚，我不愿意跟你说这事儿。我张罗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那突然发生这个事儿，你能怪我吗？你妹妹自己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妹妹太难相处了，真的很难相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相处了。那我知道，就是豆豆，你也别委屈，是吧？就于好啊，他是他原来那个心里边那个伤啊，就还没愈合。那你能怨我吗？丁姐，我不怨你，就是他有他的问题，是吧？就豆豆，你放心，就我一定把于好这事儿解决好。但是，咱得就事论事说。 你给于好介绍男朋友，为什么就没成功呢？什么原因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人家没有看上他呀。看上你了啊？为什么会看上你啊？那我怎么知道呢？你不知道？你看于好，我妹妹，这形象、气质、身材比你怎么样？比你强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就人家就一上来就看上你了，就没看上他呀？这什么原因？这是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，于贝？你想说什么？不是我的那意思就是说呀。 就是说，你就应该把自己藏在后面，藏好一点，把于好推上来，明白这意思吧？于伟，我知道于好肯定跟你挑，他的话你能信吗？你自己妹妹你清楚啊，我一点都不怪你。我告诉你，于好跟你说什么我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你要相信我的。我跟你说，豆豆，我你是我老婆，我打心眼里边相信你，我就是不相信那些男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哪有说你给介绍一对象的人，啪一下看上你这没认得了，就这样的男的就使我不相信。 以后你说你再给介绍男朋友什么的，你再碰这人男的，对吧？就影响咱俩这家庭和谐。我不是没搭理他吗？对对对对，不能搭理。就是豆豆呢，我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我觉得吧，你在这婚介所干的也挺没劲的，要不然咱别干了。就是我觉得就是咱换一个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于伟，我觉得你太没劲了。哎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 回娘家，有什么的回娘家？切，怎么回娘家？谁还怕你回娘家呀？有回娘就别回来，有种你别有种，有种你就别回来，有嘿，嘿，你给我这你。 起来！怎么回事？起来！坐好了，起来！哎呀，
怎么了，？哎呀，你为那么一破女人，哎呦，哭什么呀你？ 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你说，多大点事儿啊？这要死要活的，不是就那么一个龙井吗？那龙井他值得那什么女人呢？哎，行，我真是要把我气死了。是是，要让我说，这就是活该，你知道吗？谁让他过去他甩人家的，所以这回人家也甩他，让他也试试，这就是报应。是报应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好事儿。哎，你气什么呢？有什么好气的？跟这种女人分了，不是早分早好吗？这种女人要是真娶回来，那才是做噩梦呢。喝了一瓶52多，你说他……我知道，我去劝他，你不许生气了啊！你想开一点哈，啊，快去看看，婆婆，不过来。你喝酒就喝酒呗，你还当着爸妈的面喝，你不成心的吗你？你稍微控制一点好不好？不是我说你，一点不替别人着想。你知道龙锦怎么对我的吗？又来了。我打他手机关机，啊，是停机。然后我去他住的地方找他，结果他把房费结清了走人了。你拜托你甩我给我个理由行不行啊？有什么理由啊？不爱就是最大的理由。 本来你跟他在一起基础就不牢靠，不在一起更好。姐，我从来没有被人甩过，你知道吗？你装进一个心里。我知道，其实难过都是因为你没被人甩过，都是你甩别人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甩一次就行了，有努力就好。啊。他说他很爱我，会跟我结婚。这种话你都信啊？原来以为你谈那么多次恋爱。 智商很高呢，结什么婚不结最好。这样结起婚来，人际关系那么复杂，你能处理得好，我都处理不好。姐。嗯。不对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 没有，挺好。别闹，姐。你不要这么看着我，好着呢。你肯定有事儿。于卫欺负你了？没有。他敢？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姐，你跟我说说呀。说什么呀？你要过得不好，比我死还难受呢。别问了，我不想撒谎。你不跟我说，你跟谁说啊？我是你弟弟。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没有。行行，我说。他怎么了？但你别告诉爸妈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你发誓管用吗？行，也没什么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就是，其实我可能觉得我跟于浩挺难相处的，因为于浩好像怎么看我都。 不是他们，那是谁啊？哎呀，算了，本来你也不可能到时候于卫也为难，那边是他妹妹，这边是老婆，所以现在弄的。他不当初对你挺好的吗？是挺好。 这个是那个中介公司小夏的名片。
他那个手上呢有几套公寓房要出租，那挺好的。是明天就你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带你看看房子去。 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两个是一家人吧？那豆豆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外人，对不对？于好，哥特别明白你什么意思，就是咱们是有血缘关系的，但是豆豆没有。就但是，豆豆现在是你嫂子，是你哥媳妇儿，对吧？就是我，这都是暂时的，就是大家先呢分开一下，彼此呢都冷静了，心平气和之后再搬在一起住也不晚。 怎么着，咱们这都是一家人，是不是于好？就是另外呢，就是你哥跟你这个豆豆这个嫂子，就是刚刚新婚，就是我们俩也得先稳定一下，就是稳定好了，然后你这边也冷静下来了，就咱们再回来，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的一块住，就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没话可说了。 我给你添麻烦了，不是于好啊，你别这么说，就是哥让你受委屈了，就是哥心里边就觉得对不住你，就是你看从那个，咱爸咱妈离婚之后，就一直就咱俩，你说你哥这也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，就你哥也挺不容易的，反正呢就是让你出去住呢，这哥心里边啊就不好受难受。 就你理解一下你哥，哥不是说把你给赶出去，不是。你别说了，哥，你这么自责，我心里更不好受了。我听你的，你让我出去住，我出去。可是。 可是，哥，我不想这样子的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，我是不想这样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变态啊？不，哥不是说觉得你变态，哥知道你这个心里边苦不容易，是吧？你就说我那妹夫林涛走了之后，就你这心里边吧，就一直那个劲儿就过不去。 哥知道，就是你现在就最重要就是需要时间，对吧？时间是疗治伤痛的一剂良药，时间一长了就好了。你放心，于好，一切都能好起来。你还是原来还能回到原来的我妹妹，你肯定能回来。就于好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说真的。 我不想这么对豆豆呢，我这么伤豆豆，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。我也在伤我自己，我不想这样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，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给你添麻烦了，哥，真的对不起。哥对不住你，哥对不住你，真的。他们凭什么这么对你啊？行了，你别走来走去的，烦死了。早知道我不告诉你了，你想干嘛呀？我不干嘛。 你别晃悠，我来晃悠去了。要不然你回家吧，就早知道我不告诉你了。我不回家，姐。哎，不是，你这都几点了？你在我这儿干嘛呀？等我等我姐夫，我跟他 say 个 hi 行不行？不要 say 什么 hi。我就跟我姐夫说句话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姐，哟，毛峰来了。哎，你姐夫跟你说话呢。嗯。哎，于好，毛峰来了。于好，我跟你。 我这刚买的橙子挺好的。我姐姐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啊？不是，哎，跟你有没有文化？你有没有教养？哎，你说话呢？你是编辑吗？你怎么说话？有没有修养啊你？干嘛呀？你又怎么了？小寡妇这么对你，我看见了。说什么呢你？你想干嘛？我怎么了？
你说谁小寡妇？我跟你说，他干嘛呢？今儿喝了点酒。你刚才外面这么对我姐，你还要你干嘛？谁小寡妇？怎么？我跟我姐夫说句话。你刚才说谁？有事跟我称兄道弟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指着我说你想干嘛？你怎么了？跟我玩杀伤力是不是？杀伤力，你想干嘛？你出来指我一个。我跟你理论一下，你别老指着我。你别指我，你别指我，你想干嘛？姐，你再说一句，你再把我妹妹那话，你再跟我说一句，你再说一句，你把我妹妹那话，你再敢跟我说一句，我听听我试试。我不说了吗？他喝酒了。不是我跟你说呀，不是那个你先说，我先说呀。你先说，我先说，那我先说啊。你说，毛峰，你那么大声干嘛？我怎么就不能大声？我发言呢，你别跟我对话。好，你说，毛峰。不，这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啊？怎么难听啊？是不是？啊，这怎么就说我妹妹于浩就寡妇寡妇的？不是，那寡妇什么意思？那我就寡妇他哥呗，是吧？同样是这个雷锋也是一疯子，毛峰也是个疯子，怎么就不能跟雷锋似的呢？不是，你想说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，我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他那种发言说我妹妹，直接二楼顺出去。你顺去。你把他叫来，你把毛峰叫来，我就给他。你去上我妈家去找。我发言，你别老跟我对话。你不许跟我对话，就你弟弟毛峰，对不对？能够骂出这样的话来，不是没教育好啊！你再说一遍。我是说太过分了，我说毛峰，你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呀？说我没教养是吧？说我弟弟没教养是吧？你是不是骂我爸妈啊？没有，你太过分了。不是我，于浩那样对我说什么了？你小声行吗？那睡着了，一会儿又嚷嚷，我这。他天天挤得我，你不是没看见？看见，我不都冲你面子，我都忍了。是是是，你说我忍得够不够？够。我天天哄着他，哈着他，巴结着他。对对。他不是我小姑子，他是我亲奶奶。对对，他也是我奶奶。不是，结婚时候你怎么骗我来着的？我骗你什么呀？你不眼睛这么大了？你怎么骗我来着的？我妹妹是有点不太好，但是没事，我心里有杆秤，我不知道，我会对你好，我一定会向着你，我打心眼里向着你。对你不好。那你对我弟弟这样干嘛？不是我，你对我弟弟不好，就对我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没谁不是，你明儿几个毛峰道歉去。我给他道歉去。你道不道？我为什么道歉啊？你为什么不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你欺负我了。我欺负你，我就给你弟弟道歉啊。对，你弟弟欺负我妹妹了，那你得给我道歉啊。我不给你道歉。停了，打和，我不给你道歉，打和，不和，不是和。我听我跟你说，你不听。其实我这事儿我都解决了。不听。我找于浩很认真的谈了一次。明天于浩出去到中介找房子去，搬出这家。别，你干嘛呀你？行了，你打我脸是不是你？我打你什么了？我打我从来没想让于浩走过。不，你听我说，我妹妹，我亲妹妹，我比你了解。于浩在这儿住下去。早晚生出大事来，不会的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定了的事儿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让他，我真让他，我知道我自己闯祸，其实我今天特后悔，我都恨死毛峰，明儿我回去就打毛峰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多让让，我多让，不用多让，就是我那什么，我打不打不还手话还口，于浩搬出这个家的事情，就这么定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你需要知道的就是我，于卫，我这做亲哥哥的，把我这有病的妹妹。行了，别说，我求你了，我错了，全错了，是我不好。我就等于是变着相的把我妹妹给赶出去了。你能别说了？
喂，于浩，我毛峰。啊，你姐不在家。哎哎，别挂，别挂，别挂。我不找我姐，我找你。什么？找我？对不起啊，我叫你出来是跟你道歉的。那天是我不好，我错了，是我的问题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喝酒了，我有时候喝完酒就特别的不好，所以，我准备把酒给戒了。不过你原谅我吧，行不行？你给我第一印象其实挺好的，真的。看在我那么有诚意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要不你笑一笑，你不用回答我，笑笑就代表你原谅我，怎么样？微笑。或者你不用笑，不说话，哦，不说话就是原谅我。那么说你就是原谅我了，你原谅我了，真的，哇，你真的原谅我了。好了，你别逗我开心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你约我能出来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。我吗？嗯。像谁？我以前的老公，林涛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们两个很像。真的？哇，那真是，那我真是太荣幸了。说明我们很有缘分呢，对不对？我像你以前的老公，真的我们太有缘分了。不如这样，为了庆祝一下我们的缘分，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？你配合我一下哦。送你的，对不起。真不敢讲，这种小房啊，这个价位的，出一套走一套，翘极了。是，反正就是您这有房呢，就麻烦您通知我们一下。那当然。那走吧，再看看吧。好，行。行，那谢谢啊。那这样，手头一有房，我第一时间垫你们。哎，好嘞。没事儿，于浩啊，有钱，咱俩找不着房子，无非就是价格问题。那不还是没钱吗？这么贵的房子谁租得起啊？你不用担心，哥想办法啊，想什么办法？你干脆找个男人把我把我给收了得了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住到我这儿当然是没问题了，可是我怕杨树不高兴。这房子吧，毕竟是杨树他儿子杨一凡的名字。哎哎，你说他们家人才逗呢，杨树原来有宿舍，给卖了，买的这房子吧，改成他儿子的名字了。切，你多逗啊这！妈，您这跟我说了半天，全说的是您跟杨树结婚之前的事儿，说了那不跟没说一样，没用啊。你说，所以说呀，我带着闺女来住，好像占他们家便宜似的。不能二婚，二婚啊太辛苦了，说什么话叽里咕噜的，这话在肚子里转好几个圈才能说出来。哼！我说妈，您要觉得为难，就我就再想办法，要不然。没事，妈不都答应你了吗？啊，没事，杨树这点面子他得给我，他儿子将来探亲回来，不是也得住一块儿吗？嗯，也是。不是妈，我跟您说吧。我就发现这于好啊，我现在我，你说我怎么就弄不了他了？我，你说我说一句，他80句他等着我呢。我觉得他得
得跟那个豆豆得分开点，你这一回来就掐，一回来就打，我分开点有好处。是是是，有矛盾嘛，应该分开一段时间。嗯，是。是不是？要不然在一块儿矛盾不是越来越深了吗？是不是？那是。行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妈说啊。不是妈，那个您也放心，我呀，我外面我抓紧时间，我给那个于好找房子，我租了好房子，我马上让他搬。没事啊，咱们这儿有地儿。你看，于好租出那间房，这不空着吗？就那个啊。嗯。那你有照片吗？哎，也行也行，证件照也行。哎，这样你发到我的邮箱里好吗？我们到时候给对方可以看一下。哎哎，好好，那行那行，好，那再见啊，赵先生。哎，你等我电话好了。好，哎，再见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买的酸奶。谢谢妈，我呀买东西去了，路过你们这儿，我说上来看看你。啊，好，来，到里边坐，喝杯茶。到这儿来行吗？来，你坐，我给你倒杯茶。啊，这里头这么好。哎，你喝什么？我不喝，什么都不喝。哎，倒杯茶吧。不喝不喝。啊。哎呦呵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儿不错，这一天成个一对两对了吧？啊。不行，现在人挺挑的，有的真的是挑三拣四，你好不容易把他们撮合到一块儿吧，这最后，哎，还是得看自己，反正要真的成没那么容易。所以说呀，你跟余卫，这都是修成正果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多大造化呀！这就是妈妈我前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积了德修来的。真的？啊。今儿妈妈隆重来呀。我就是跟你说一件事儿，就这于好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记着，甭理他，我都懒得理他。啊，这还什么玩意儿？没有，妈，那个于好，那个是我不好，您别生气，也是我不懂事儿，别说于好了，那个他还挺不容易的。哎，你也甭这么说，他呢是各方面婚姻不顺，不顺不顺吧你？哎，他让全世界人都跟他遭罪，你说什么呀？这叫他把你气着了，他高兴了。心里都不健全，这都是什么心理、啊？你要记住了，甭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你这当嫂子呢，咱们做人大人大气了。不是妈，您别这么说。那我知道我不对，他经历过那些事儿，其实心里就是说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。我以后会多让让他。不妈，我挺意外的，您跟我说这些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好孩子啊，你呀、啊，你甭发愁，你记着啊，我跟于卫说好了，把于好领到我那儿住去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我们能好好的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多让让他。你就说，你这别把于好接走，我会好好待他的，您放心，像待自己亲妹妹一样。不用，孩子，你俩刚结婚，小两口好好过日子，你弄个他在里头搅和。于好这人我知道，那不成，老惹事，你知道吧？弄走。我跟杨树都说好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妈，谢谢你啊，我跟于卫，我们一定好好过日子，不再让你们操心了。哎，这孩子真懂事儿。你们不但好好过日子，还得好好工作呀。你现在找个工作多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我刚才这里头一看，说的不错，不错是不错的，我也奇了怪了。你刚才说这怎么老成不了？这也挣不着钱呀，这。嗯，反正挺难的，真的，到了月末，你说能够就是领上证的，然后吃上糖的，这不超过三对吧？你说现在这人怎么都这样啊？原来不这样，原来这火着呢都。妈，你原来在婚姻介绍所干过呀？我没在婚姻介绍所干过。那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哎，豆豆，我要跟你说一秘密。你可千万别告诉于卫于好。我不告诉他们。你知道我跟杨树在哪儿弄成的吗？不是这儿，就婚姻介绍所。您跟杨叔叔是婚姻介绍所，那您到婚姻介绍所找的杨叔叔呀？我没去，我去那儿多丢脸，我没去。我们单位人老赵跟我挺好的，老赵就是当时就气愤不平。他妈于洪水、姚静什么东西？他们俩现在过一块儿，凭什么呀？你也甭闲着，我给你找去。好，他花200块钱到那儿一报名去了，一找，完了我一看，哎呦，见了好几个，一个不如一个。
最后吧，找找找，就矬子里拔将军，就他了。杨叔凑合吧。其实嘛，杨叔挺好的，也不太说话，但是一看就是本分，过日子的那种。好什么呀？好，反正哎，好多事儿我不想跟你说了。再怎么着，二婚也不行，你就记住了。我跟原来于红水过的，甭提这档子事儿了。豆豆，我跟你说，一提这事儿，我就气大姨出来。你这姚静什么东西呀？你跑这掺和我，你不掺和我，跑这么大岁数，我跑到婚介绍所干嘛去？你就记住了，这人不能离，本质太坏了。你知道他不是说别的，他坏，你知道吗？这就不能来往了。其实妈，你想想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算了，也别往心里去，回头再把自己气着了。大家以后反正就客客气气的，反正干嘛要跟他客气啊？我跟他客气，他把我弄成这样，我跟他客气。不可能的事儿，你记住，我跟他关系你死我活，就这种关系。没有，我觉得反正都过去的事情了，这大家反正也算怎么说也算是亲人吧。大家，你说什么话？我跟谁是亲人呢？就是我是说跟于洪水爸爸，反正我跟他也不是亲人的。现在这不都是姚静的事儿吗？那是不是？你就记住，你以后机灵点，你别跟他来往。他这人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了。没有，其实我就有时候觉得姚静阿姨她可能，她其实没那么坏，她就是有的时候，其实说，豆豆，妈跟你说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你一说这事，我心里都不痛快，知道吗？今后记住了，这话不能再说了，听见没有？今天妈妈来啊，就是向你道歉，于好这事儿，你也记住了。今后你再别再跟我提姚静，咱俩扯平了。好。喂，约好，我毛峰，你找你姐啊？哦，我不找我姐，我找你。我现在要去给人变一个魔术，想不想看？为什么找我啊？为什么找你啊？因为我长得像林涛啊。不敢来了吧？你怕我像变魔术一样把自己变成林涛？你还是怕林涛变成我？行，那我变成林涛来找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有的时候男女之间这为什么的阶段吧，最有趣。啊，当然还有，我猜的阶段更有趣。想起来了哈，江明家我们见过面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嗨，你想请你吃个饭，你这完事儿了吗？下班了吧？请我吃什么饭啊？你看，咱俩认识了，那不就是好朋友了吗？想请你吃个饭，赏个脸，去不？啊，来，喝这饮料。行，谢谢啊。来，哎，太好了。隆重介绍一下，我男人旺发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个店大厨。我们也有股份，是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股份的大厨呢。行，让您见笑了。没有没有，咋不动筷儿？媳妇儿招客人吃饭呢。我给你介绍你的主打菜。啥可介绍的呢？反正都是我手艺。这鱼这鸡都可新鲜了，吃。那个，这顿饭我来请哈。那哪行啊？这没多少钱，我们请。真的是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有啥不合适的呀？我听我媳妇说了，说。你赶紧小姨子介绍对象，我们谢还来不及呢，哪还能让你花钱呢？是吧？